不是做行销。那、啊、你可以带我出去玩吗？可以啊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YouTuber 啦。我想要问一下，那个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在做网络买卖的。What's up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zzy。最近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影片，就是国外有一个男生，他会拿着相机，然后在路上随机找那种开着名车的人，然后他会问这些有钱人说：“哎，你们工作是做什么的？然后你怎么做到的？”在国外大家也都很不吝啬，就会直接分享自己做什么工作，因为西方国家他们可能认为说钱就是自己赚的啊，那跟别人讲也没什么差。可是在台湾，在亚洲国家这边，可能就会觉得说哦，你有钱你就安静低调一点，不要拿出来炫富，或者是大家会有点仇富。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们访问的结果是如何。帅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是 YouTuber， 然后我在拍一个影片，我想请问你做什么工作？上班。上班？哎，你的车很酷哎，你是特别挑这个颜色？哦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我觉得你的车很酷，我可以问你是工作是什么吗？就电子公司的工程师啊。工程师。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哎，我这段影片可以放网络吗？可以啊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我想问你们是做什么的？哦，你们是卖哦？你是业务吗？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哦。想问一下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方便吗？因为你的车很酷啊。不太方便。好，没关系，谢谢你，大哥。我觉得你的车很酷哎。我想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上班族。上班族，你很谦虚。真的。真的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，新年快乐。我可以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我们在做那个汽车塑模美容的，在南屯上面环中路上面。哦，叫什么 ？KD 汽车美容。KD， OK。对对对。这台车很屌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YouTuber 啦。我想要问一下，那个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在做黄金买卖。买卖哦，谢谢哦，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房地产的。房地产是就是专门在卖房子这样啊？对啊。厉害，谢谢你哦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是 YouTuber。我想要问一下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做行销。哦，行销，网络行销类的。对。哦，好。啊，你等下去哪？我等一下去找朋友。哦，是哦。那、你可以带我出去玩吗？可以啊。耶！啊！